红烧肉，红烧豆腐，哦，那个红烧丸子，哎。你睡觉这样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说你这弄完你俩拨弄几下以后，你看它醉成这样，你就把它搂着往这边搂，就哎往那边搂，将来你们就空腹在那里这边，对，就往这边搂，它被你搂，哎，搂到这块，你也醉了嘛，搂到这块你就降不了，你看然后在这块把那个该说的台词，好，想要代理那个，这都是客人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就这块地方是吧？哎，这块地方，将来你们孩子看你们这块地方，就下面先走一遍吧，到时候我们镜头再怎么设再说吧，啊。好，吃起来，喝起来，准备赶紧吃。你早就干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们两个应该活一个，干一个，干一个，活一个。干了，我干了。你这本事啊？你挖一口水觉能挣几个钱？挖一辈子水觉能住得起楼房，能买得起轿车？你去问问你女人，我不在这儿给你们挖家，他们能活下来？你住楼房了？你住楼房为啥挖他们不接过去？是不是你成了个女人更香？你放屁！你给我别吹了，你放屁！哎，推出去，安子，推出去，推出去，推出去，行没了。哎，豆子，哎呦，哎，豆子，哎呀，哎，豆子，哎呀，别喝酒的，别喝酒的，你能接啥？好，人家喝完酒的嘛，咱咋不去讲？我这人不喝酒就行了。哦，自己一杯水。干。不错啊，不
第二轮是什么岛？大笔。对，让他别真给你摁了，对吧？你就你一上去拉你，把他摔倒了，你就咔站起来，他得跟着。对，不是刚才我摔倒的时候把他绊跟头，然后他就正好把我摁住。摁住了，然后他一跟头，他就跟他说他也得一跟头。那拉我那演员叫啥？焦鹏。焦鹏。焦鹏是吧？焦鹏。上海行的时候也在。对对对。好，吃起来，喝起来，开始。吃啊吃啊，吃起来啊，吃啊，真吃真吃，不要假的。别吃了啊，别来吃了，别。开始。国家这个政策，我已经给你们说了很多回了。我们的老传统、老观念已经跟不上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要求。再说，要死，啥枪都摸，火葬、土葬对他们来说就没有啥区别。主要是我们活着的人要改变观念。城里人都是活葬，我们农村人为啥子不可以？晚上要不要看八角亭啊？看呀，看。八点钟是216啊。有，可以啊。216。今天首播吗？可以。庆祝一下。庆祝一下，里边还有大量的酒，喝起来。这地能拍吗？这地。今天倒还好说，这地不行呀，这湿的呀。是个稀奇古怪的人。将来你的眼睛会变成双眼皮？不行，不能不能等。现在有是吧？现在单眼。现在是内双。双眼皮。你看，我原来是双眼皮，我原来是双眼皮，现在老嘛，眼皮往下耷了，耷了没了。可以叫他握拳，较劲呢，较劲呢。肚子疼啊！当时是走上面那个路的话呢，就可以到拐角那块，就可以那个。不过这可以，这也没问题。这唯一的缺陷就不够远，刚才。刚才还是站那。对，还在上面，背探出来一点，到那个顶头那个地方往下拍的。对。把手机都调静音了啊！所有人手机调静音，现在响了。所有人手机调静音了啊！
开始，走。快回去！